哎，这个一点都不是新闻呢，因为我大概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都已经讲过了，然后确实啊，我一开始接到的时候是赛亚公主，然后因为就是很多的档期问题啊、演员问题，所以才变成紫薇的，就好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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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件事，大家最近又在重讲嘛，对。那他还有爆料就是说，那个吴奇隆好像本来是要演尔康的角色。这个我倒不知道哎，我好像是今天的新闻嘛，对不对？我是今天看到新闻才知道，原来龙哥是要有曾经要演尔康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1岁多了嘛。对啊，他最近就是开始在学走路啊，然后就很可爱，然后就。后来我就真的觉得，就是大家都说要珍惜他让你抱的时候，因为他只要一开始走路了，你要抱他，他都不要，他就想要自己走。他现在不让你抱了，也让我抱啊。但是就是他正在走的时候，你要去抱他的话，他就会生气，因为他要走。他有到了那个猫狗都讨厌的那种。没有，现在猫狗都喜欢。他有做那种很贴心的举动的。有啊，都会一直亲我们啊。他只要那个，就是因为小朋友很激动，我干嘛很喜欢打人，所以他只要每次一打我，我一看他，他就亲我，然后就一直亲，一直亲这样子，很会撒娇。你说什么？他生日我有给他那个，就是送花呀，还有发讯息祝他生日快乐。